今年7月31号开始呢，那食药署要实施扩大业别的一个一级品管，那这一级品管包括17类的哈的一个业别，那其中比较特别是这一次有涵盖到这个非主百货公司的零售商品业者啊，那这些业者就是所谓的超商、卖场等通路，那要针对6个产品哈，像金针、萝卜干，还有蜜饯，还有及其产品。即食鲜食，还有这个解切生食的一个蔬果，要来进行微生物的检测跟食品添加物的检测。那7月31号开始呢，那我们要求的这个食品添加物等17类的业别，也要陆续来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那这样的一个一级品管，由业者来自主检验、自主把关啊，为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来做进一步的把关。